早上弟弟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史蒂阿斯奥哈森啊，我32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妹妹，我有一个女，同一个仔。我老公就要在今天中时期，我老公39岁，我以前做个工人喺人内利用年，将工将屋企推送卖送西山中山索地马地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老人家。我识去做药，但系我唔识做药。我识去中国送盒子，正以正解过就分就面就菜播出活动。我想再喺香港人位而揾多啲钱俾我自己同屋企人俾细路返学。多谢弟弟，多谢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